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大家，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是端午节的次一天，昨天是端午节。那刚刚我电脑因为操作不当，就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怀沙哦，这就是一个怀沙赋。那我刚刚有偷看一下我这个，我偷看一下《楚辞》啊，《楚辞》它这个，你看它怀沙，你看那《楚辞》啊，怀沙它是在九章里头怀沙这里有九章里头，好像第三还是第四？你看"滔滔梦下兮，草木茫茫"。那我们这里是什么？我们这里是这个关掉。滔滔梦下兮，草木茫茫，有吗？滔滔，哎，那把它改成三点水的"滔宝网"就好了。它滔滔，这都是假借字啦，说难听就同音错别字，这太多了。你要注意，总之啊，读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尤其秦汉以前的书，你只要有具备这个，就我们常讲"九阳神功"第三招"声音变化"的关系，说穿了其实就是错别字，声音变化的关系。那个这个之前也给你们看过了那个点下去，它就跑到我最新的这个，当然可能需要登录了。照理说应该不要登录啊，那这样不登录了，不就不能看？是不是奇怪？我这个是共用，完全公开的啊，用此连接任何人都可以。那我们上一次看到那个曲嘛，你看用绝，嘛，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列子，几乎都是你看那个古胡啊，标准念胡啊，他说就是绝都是声音变化的关系嘛，你一回生二回熟，不要这样死背，当然能记就记，记不起来也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就变老油条了，就跟大家。你不会特别去想说我要怎么上大学嘛？反正到了大二、大三甚至大四，你就变老油条了大家都会变老油条。就好像之前教各位看那个如何想得清楚安贞洁汉语言人生，几乎都没有人爱看，所以大家都自然而然变成了老顽固、死脑筋了这难免啊，都不愿意接受吸星大法的滋润加持，那就没办法。对，那我这个登录还是有问题刚刚碰到，那一样我文共欣赏嘛，对，现在一样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奇怪，学校的账号目前有问题，进不去，为什么？外面会不会快一点？现在读的就是《怀沙赋》了，九章里头的《怀沙赋》。又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那么慢？那是第十集了研究直播是第十集。这也有一个好处，这样知道我们相对于我们那个一起读懂十进秀YouTube 的这个录影的十进秀和我这个脸书的是什么对应刚好这样刚好可以看到就是第十集嘛。好，继续。上一次我们是到这然后果然毁了，我就重打。
前面讲的由你自由就是从你所欲嘛，由就是从，我们要跟从的一条轨迹就是道路嘛，这道，这是很好的由有道，这都是每次跌倒一次你就汲取教训哦，由有道的意思，哎呀，对啊，就会觉得相视恨了，脑袋应该早就该转到这一点上了，对不对？七星喇叭早该转到这一点。就是有时候就死在一点上，那就转不过来。Google 的云端一点，假如没有改的话，也许以后我离校，然后学校云端不能用，因为我已经用了多少？至少，你看，10.3T，也许他们我个人的可能不会给我那么大空间了。万一学校的账号不行的话，以后可能。因为我觉得 Google 还蛮好用啊，速度或什么，可能都会花点钱。然后都要 bugs 本来对他印象还不错，突然给你来个没有付费的，只给3台机器共享。Google 目前至少还不会这样。好，闲话休题。好，由道也，然后正义说本是常也，君子所比就是改，可见这个义一定是改易变易的易嘛。改变原来的常道原来就出嘛，本就常嘛，道本有常的意思，你的根本嘛，那你看那个本，通常都是人不要忘本就是好事，对。那前面我们学那个《礼记》，他说那个像《弟子规》说“居有常，习无变”，有没有？那我们那个。对不对？这个长，我们那时候都讲过，就是有好的意思因为人生无常就是不好嘛，所以人生是苦海，佛才叫我们要处理。长通常就是影射的就是要好的，那他这里是怎样？本嘛，根本，那本就比较不是随便变动。这里本长也比就是可耻的、可比的，对不对？词义。君子所比就是君子所耻，所耻就耻之，倒过来读所就之嘛。像孔子有一句话说"左丘明耻之"，对，"丘亦耻之"，这"耻之"是顺着读，倒过来就"所耻"，对不对？对，就是这个。然后言人招事不变，言人招事不变不道世间世道不道，事不道就是世间人都众人皆醉嘛，这是说人碰到世间是乱世的时候。变易，你看他用"变易"解释这个"易"字吧，"变易出行”，为离常道，对，君子所比，这是君子所比的。所以他这个也是省略了"是"，对不对？是这样的行为，前面这样的上述的行为是君子鄙视的。对吧？鄙视的这个代名词就是"所"，彰化直墨西，彰化直墨西，
度位感、内直，我们先读正文啊、哦。度位感，内直直中悉大人所胜，大人所胜，巧匠不熟悉，熟察其魁。正，玄文幽处兮，这一样啊、哦，这个是避讳爱新觉罗玄烨啊、哦，蒙谓之不彰，离娄为涕兮。这个现在广东话还在用那个字看，那离娄是视力很好，所以为涕兮，古以为无名，变白而为黑兮，岛上以为象。你看，这个是日本的"户"，一横，哎，冲好了，那大家知道怎么断啊？未改。王逸曰："张明，我看前面那个张化，哎，张化刚好跟嘉义张化，前面地震刚才也同音了、啊。张化直墨兮，前度未改啊，说他原来的服装啦、啊，啊，外面那张化是表示他外表的服装一样。"这表示他内在的也没有动，不是人只有衣装，目猴而冠，衣冠禽兽，而是内在也要是大人所胜，所以你看他那些排挤他的小人，就是谁不是人模人样啊，大概就是这样。王毅说张世民啊，就是这个野字啊，度是法，言。这是说上明于所化，念其神墨，修前人之法，不异其道，则曲目直，而恶人恶目好。化计划，楚辞出现好几遍了，没做，早做就早好，对不对？拖到现在才做，当然就这个楚辞应该很少单独写吧，所以这个放前面，这个放后面。标点应该比较常用。画计划，《楚辞》这里是写说，楚辞的"辞"是做字。啊，字是念也啊，字的意思是念。于如注所解，于如王逸，就前面那个王逸注，他解的内容，对不对？解的什么的内容的主张的说法内直重，内直直重兮。大人所胜，哦，集结，一言人直性敦厚，
心智正直，行无过失，则大人君子所胜美也。所又出现，他说：“所以学会了有什么不同？大不同哦，则是大人和君子胜美赞美啊，就是强烈的推荐，对不对？盛大的赞美，的对象的人，如果还是代词性助词，不代名词性。唉，巧匠不拙兮。”熟察其魁正，我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又这样不行，到时候再给我当掉啊！对不对？你看，这是我们的，学会了所以，知道了所以，有什么不同吗？等等。就是学会了有所以啊，人生有不同吗？奇怪，欢迎光临博客呢。这是我写书评的，那就顺着我这里做。我们用那个 site 去。你上他的是心很累，对啊，你们最好心不累的上，对不对？天下有白吃的午餐。明明就是所以不同啊，人生不同啊，人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学会了，你看自己都在用所以，那我请问你，所以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哇，竟然没有了，唉，反正我也有截图，这真的是很感慨啊。到处都所，你自己刚刚可以看到都在用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用所，为什么用你。我今天不就叫这个哀鸣吗？啊，刚刚荡掉了，否则应该看一下显公和尚，那真的了不起。我刚刚一直留着。人生最可悲的，对，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那篇文章就是现在各位对不对，我们一起读史记，其实你真的生字并不多吧，可是组成一篇文章你就看不懂。再来其次呢，对不对，整句话看得懂，里头为什么用这个字那个词就不懂。你看举所以大概就是考倒全部天下的中国人啊，用中文的。然后呢，现代人啊，看得懂外文，看不懂国文，自己本国的语文看不懂。我跟你讲，所以我说这不是讲中文，只不过中文是最凸显的，而且我们也最熟悉。我相信英文、阿拉伯文一定都有这个问题，
崇洋媚外的一大堆，反正这人性嘛，好像这也提到，对吗？由对自己的亲属与外人然，对不对？对自己的亲近的人就大声大小声，对别人就点点啊，毕恭毕敬。我们看一下闲工和尚做一个圆满。就早上我说忙，今天为什么只这么晚上才来继续录这个实境秀啊？都9点了，就是有一些事在忙。啊，闲工和尚，你看真是了不起啊！对，主要要看的是还有我的文笔，不是秀我的文笔啊，主要是各位读书干什么？所以我这一副嘛，我就是用范仲淹的名句嘛，哦，桐庐郡言先生祠堂景，云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洋洋，仙风之风，山高水长。这个修辞学上很重要一个例子啊。他原来写先生之德，你看我原来用来歌赞颂海贤老和尚啊，他这个金刚不坏身啊，留下这个全身舍利，了不起！你看完全没有腐化，还长出头发，还有眉毛啊，你看眉毛胡子。人呢，只是干了，说难听叫干尸嘛。可是你看，说好听庄严一点，是跟一个木雕的佛像有什么两样？你看，尤其你看法是金色的，哎，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经典上讲就是金色，紫金色身，这就有点紫金色的那种感觉。哎，现在我真是了不起，一句佛号，他。净空老法师推他做14祖有道理，我想他可能真的会做净土宗祖师，因为他代表的就是一句佛号，可以度末法众生。你就安定在一句佛号上，就能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科学吧，其实你说好巧合，那么多巧合，你看他师弟海清法师也是留下金身，也是只会念一个佛号。巧合，你就继续信你的巧合教嘛，随便，完全就是迷信，是这个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那你就等着见棺材再说。你看我怎么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降生南洋，往生西方，对不对？我还押，因为它每一句都有韵嘛。可是它风和长其实可以通韵，那我故意我也都有押。那南洋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嘛。往生西方，来降生在这里，他也许也是再来人，谁知道？金发荣光，对不对？荣光焕发，度生未央啊！我本来写的是长夜未央，我有好几个版本，后来改写度众未央。我觉得生跟这个韵比较谐，生调，所以我以这个为主，另外两个反正都留当译文。未央就未尽嘛，无穷啊。我想末法，他的标法是非常重要的。净空老和尚也了不起哦，所以我其实海贤老和尚还没开缸之前，我都在提心吊胆。净空老和尚一直，哇，把他说的多那个，万一怎么样？你看他这个证据现身说法一出来，除了证明他自己的成就，净空老法师的慧眼，不是说哦，他帮净空老法师讲座要说法师。若要佛法心，唯有身战身。净空老和尚就说那好话，不是，对不对？确实，像我妈妈羡慕老佛爷往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前女友还说啊，他就没看出少出舍利，众生就很执着这种相。所以有人留言或讨论都会说，哎，你们不是学佛要破相，不要执着，为什么还执着肉相？我就跟他讲，因为这是对小学生。对初学者，你不要拿那个博士程度来讲，你跟小学生、幼稚园教微积分哦，你破相离执着，那已经进入法身大士的阶段了呢，那早就是罗汉境界了，对不对？那是还没学到那的时候，我们是往那里以那里为目标走，还没到那里，你在这里唱高调干什么？所以你受过这种思想方法训练，逻辑你就很清楚，不要被人家那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左右。哦，我都很满意写的这个“度生未央，生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就让一遍吧。你看，这个只要不看到这里的话，跟活人有什么两样？虽死犹生嘛。
哎呀，你顺便可以看一眼，顺便。你看，你看这个跟活人有什么两样？当然，这可能他们有上药或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总是有庄家整理过嘛，对不对？你看，大家要有科学精神一点，可是不要这样，事实都摆到眼前，还死嘴硬，那就只好等到你死后再去看怎么办吧。对呀，人可以迷信到这种程度，你能怎么办？怎么讲，怎么给他示现都没有用嘛。佛菩萨来，他也是不信的，我跟你讲。他因为他已经有信仰了嘛，他的信仰就是不信。其实你给他再试试，他也会给你找出毛病来，想尽办法反驳你或怎样，因为这是他的主意，啊，真正的目的或者他的信仰在这，那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这里刚好前面讲到道嘛，对不对？君子什么走什么道，一样的道理啊，好，回来我们这里啊，对不对？锁啊，我们因为锁出来了。到处都是锁，到处都是蚁，对不对？啊，你看刚刚看这个，你当然也瞄到我看那个，哎，你刚刚有重开机，那也还没看，我看那也比较快。开着也没关系。其实假如这个我开了会怎样？如果连到学校是可以上，因为我现在这个。这是不能用那个中研院的，那继续了。学校还有什么？你看今天给学生的，因为我贴到那里有分享他。你看那里锁，这里什么？哦，连城了。哦，速度也太慢了嘛！学校的 VPN，可是现在我就可以上那个中研院。授权使用，你看，他就会说是文化大学，那这里没有写。啊，再看别的，比如说我到中国期刊网。什么？中国文化大学，那个 IP，然后你看我们的 IP，目前是学校140137/19，然后这个140137就是我们学校 IP，你看我的远方连线，就140137嘛，13417，目前是这个，现在可以了啊，还不错了，速度还可以，我就看黄老师他们那个。台大的有时候也会卡卡，难免。你看乙这么大，所以一下乙被年长，被年长了。你继续年长乙被了。一下锁一下乙，你锁和乙，我跟你讲，真弄倒，还有知乎者也。哦，我不敢说占一半，三分天下应该有其一，可能都不夸张了。你看这，那你白话文也在用啊，你就真正懂你到底为什么用那个锁和你了啊？文殊菩萨，巧匠不着须，这着它是一体字啊，不着须，孰察其魁正？然后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彰。你看他是都喜欢用眼睛这个，跟佛教一样无明嘛，就看不清楚嘛。前面他不是谈过王听之不聪，对不对？啊，聪明聪明，他前面好像聪和明都要用到。我们用聪和明。哎，这里怎么没有那个格呢？哎，奇怪，怎么会这样？
哇，屈原，听之不聪，必明，对不对？聪明，聪明，啊，哎，这里他早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现在没有，然后，啊。蒙谓之不臧其己。玄是黑也，蒙是盲嘛，被蒙住了嘛。我们说蒙着眼，蒙着干，盲者也。盲者就是失明的人嘛，就是死者、亡者的者嘛，的人。诗云，没有讲什么，大家都诗经。诗云蒙，蒙首奏功，哦，章是名的意思。哎呀，章是名，那章是注这个字。所以"蒙首奏功"应该是《诗经》的一句话，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现在是用学校的，还速度还不错哎，哦，对不对？速度还蛮快的，"蒙首奏功"，灵台诗。离娄为帝奚，古以为无名。集解。你看，古时候的明士者也，明就是聪明嘛，明是讲眼睛，明士的人，能够看得很清楚，眼视力很好，很明显。古是盲也，地是田地。汉语，这个就是这个字的异体字了。变白而为稀，岛上以为下，那个岛上以为下的，所以下，阴户，这下和户原来是双声，鸡栖兮转歌科呵，又来了，对不对？虾虎然后凤凰在，可能是奴吧，对不对？兮，鸡至翔舞，挪移坐交，另外一个本子不做挪是交，字形体有点像，然后用楷出来，裴英案，王逸曰。笼络也，来了，这一定又是通假字，我们现在都是笼络。对不对？笼络，可能就是这个通巧。然后，果然它叫音奴啊，奴音奴，又音女加，女加，那就那拿喽，
不是女乳粉哦，女家，对，因为你看这个字，就是念拿，跟那个字是同字，所以奴也可以念拿，女家反就，所以女家反就是拿念拿。龙若位腾腾什么？人罗之香龙若哦，两种像爬藤类的植物互相的，这不是代词性助词，而互相笼络、交结、纠结在一起。然后你看，楚辞现在用不到了。楚辞是这个字，它是写作物，趋之物而物的物，就这个字。啊，辞作物，它就是教务处的务，右下方的隶改成鸟，对不对？只是书法变形而已。所以你看，中文就是考你脑筋急转弯。应瑞图这个大概也是谶纬之学的书了啊，《应瑞图语》。皇帝问天老曰：“凤鸟何如？”天老曰：“红前而灵后，蛇颈何如？”就如何啦，像什么？搞怪读，因为你看它下文就是凤鸟长得怎么样啊，就像什么啊，不是凤鸟如何？你看这样就懂了。我们学过何是什么嘛，如是像。红前而灵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汉，你看那个官皮才用学这个汉就知道下巴，燕汉而鸡喙，讲好几次鸡喙就鸡嘴，无可智慧，无法智慧，手戴得颈，皆易被而机会，手戴得紧接易，手是戴的得，紧呢接着易，对不对？你看相对位置相关之意，你就知道什么断句了，上下往了。然后被缚的人，被上缚的人，全身都是道德仁义啊。心入于性，心入性，易。意是顺足履正，足履正，我们前面履约啊，克己复礼，尾其五，五应该是步，前面学过步法，对不对？尾其五，小阴经。大阴骨，筋骨齐名啊，鸣金收兵啊，筋骨相对，这相对位置可以帮我们读懂。那严谨奋意，五色被举，严就是延伸拉长了喉咙。振翅高飞，振奋人心，振奋正义嘛，奋意就正义，单字全部的振奋，才知道振奋原来是同义副词，对不对？振起了翅膀，
五色背橘，让它飞起来的时候，五色是背橘，五色是所有颜色，这个五是虚数，因为以前什么五色五音啊或七音就表示所有的颜色所有音、啊、不是刚好五种颜色，不是科学的话，到时候我们课文讲的时候再去查、啊、我是这样猜的、嗯、所以我有自己累积的，我们说十全大宝丸，自己累积的知识能力、智慧能力，再加上雪王神功七进大法护体，才能那么强、啊、我真的很想订购给随便国文专家、教授、专家等级、博士，我们就是博士了嘛，没了，学位是一样高了，其他比我高的都来挑战看看，不要躲在那里，躲在那里只会躲在教室里头教书，躲在自己的房间做研究，出来面对大众，看你的国文程度是怎么样。假如你的国文程度连我都比不上，那正好验证我们一句话嘛，国文教育的真的出问题，对不对？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只有那些那个自由生才懂，头头玉石细一概而相量，就要看上下文。凤凰在奴兮，鸡自翔舞，铜锣玉石兮，一概而相对。它前面是用动物，后面是用矿物，对不对？玉和石，前面是用凤和鸡、啊、去做对比。铜锣玉石一概而相量，然后中宁没有分，所以这个玉中就是玉嘛，石就是宁，小人就是君子，对不对？那前面这个呢是小人是鸡字，君子是凤凰、哦、然后辅党人是比，哎呦怎么会这样？张明正义地，这地这里出问题，有啊，奏功这里，奏功这里没有，张明应该是这里，我差一个一不小心，你看只是差一个 enter 就辅党人之笔，杜喜喜枪不知无所藏，无所张自罚张品，莫招我之善意，楚人语词，言清何为也、哦、强音强，我们讲前面讲过的强，强壮的强、嗯、但是声调不重要，它变二声嘛，我们现在是一声，任重再甚兮，限制而不计，一样。我们先看整句的啊，怀瑾卧于膝，有没有？前面那个鱼虎来劝他，穷不得于所事。接下来，一犬群吠兮，
费所怪，匪郡宜节西。你看俊杰嘛，现在还有一个歌星叫林俊杰，这个字形结构，加个部首你就知道了。你自己看是不是林俊杰、林志玲嘛？林俊杰哈，都变成关键字了，要放在第一个。俊杰原来在你那个怀沙里头有屈原啊，那就不知道他过端午节有没有那个啦，是不是？匪郡宜节西，故雍泰也。我这就是对俊杰、俊杰有所迫害啦，对不对？陷害这些俊杰的人，集结王毅。千人这个约没错吧？千人才为俊，千人才为俊哦，就是他的才华盖过一千人，比一千人还要强，一千人中第一名啊！一国高为杰，就是怎么样才能做杰？不是节奏，所以节奏夏桀他绝对不是暴君，当然他自己自甘堕落成为暴君，他取这个名字绝对就是这个杰了。那哪知道他不好好干？对不对？谁会用坏字当名字的？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嘛，一国高为杰，就高于一国，倒过来读高一国啊，或者是你可以说一国里头最高的就是是就为杰。那雍，诗它好像是没有一点的诗，雍诗见之人，所以它都是用对比法啦，对不对？雍诗见之人。也、yeah.，以文子云，千人才曰俊，万人曰杰。然后，万人曰杰，今乃现在竟然诽谤、迫害、说坏话，匪郡宜杰，故是庸人之态也。故庸态。那他这也是庸私见之，私见之人，私角地位很卑微的，这也是地位卑微。小，我们现在有什么小厮嘛？这厮都是很不客气叫人家这厮，这厮就是上面有一点的一体字而已。文质书，内兮仲不知吾之异才。亦以作傲，阴暗，阴暗，黄。这个傲有两种写啊，一个里头有一撇，一个没有。它这个没有一撇，所以亦以作傲，没有一撇的是这个。那意和傲其实有声音的关系啊。按王意曰：“采文采，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那他这个其实不是采，他都变变了啊。那其实是打变字，不是采。那他这个呢是写采嘛？对啊。这原文我这里加个注，其实可以不加也可以了。
彩文彩也原作，你看盖，一周变，因为这个常常变汉彩形状像又鹅，甚至都变通用。就好像前面讲那个已经自己啊，还有地支里头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巳啊，哇，整个混用。财帛委积系，莫之于之所有。众人意，众人习意兮，谨后以为风。你先读句子：重华不可，重华不可恶兮。重华的话可能是尧舜的舜哦。重华不可无兮，孰知鱼之从容？古故有。不病兮，岂知其故也？汤雨久远兮，渺不可目也。成曰：逞为改愤兮。一，好，啊，回来这里。文子书内兮，众不知吾文，吾之一采啊。这书内应该是内在是很书的，比如说有点像不拘小节吧，或者怎样哦，没有什么心机了，心机没有那么缜密，对，疏密相对嘛，应该是这样，好，很好。再来，所以大家不知道我的异彩啊，特色、特异嘛，彩是不是就色彩色？对啊，我的特色，我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啊，或特质啊？再来，财帛委积兮，莫之于之所有。啊，莫之于之所有。众人习一习或从人，因为从习一从一从叠上去啊，习。我念种，甚至念种，自行牛共，种人习一种习，很棒，哇，举王成功。总就是脚趾头嘛，脚嘛，讲旅行，就行人，习也是总习，就是有抄袭的意思，就是照做了。这当然是好的抄袭，就模仿古人人力的作风去做一样的事，一样的决定，一样的操守。谨后以为风。重华不可恶兮啊！那集结这里是黄易曰：“重是累也，所以要念重啊，累积重嘛。那兮是集也。重华不可恶兮，孰知鱼之从容？”这个“恶”大概跟《兰亭集序》一样，都是这个“恶”的假借字。哦，就没办法再看到舜了，那谁会知道我呢？尧舜没有明君啊，就不能善用我了，千里马还需要伯乐。集解王义曰，你看巫就是逢吧，那为什么有逢？这个会晤才有相逢的巫面会面。哎，
自己平心看看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处事。所以哦，你看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敌人，只是觉得很可悲啊。现在还知道你被谁教坏了，嗯，处事无作这个恶，嗯。病，而病就是都是无故犯，所以都要念无故的物，那都是念这个音啊，物啊，所以它是通假字嘛，这也是用假字而已啊。这个是强调用错走旁跟脚走路有关，这个物完全跟牛什么关系，所以它一定是会物的物，物面的物。可是我好奇会物的物为什么是日啊？对不对？会面会悟，那绝对不是心嘛，心不是领悟嘛，受启发而明白，那跟会悟还是没关系啊。为什么后来表示见面？哎呦，《诗经》就有“彼美孰姬，可与物歌，物欲也。”对啊，那物为什么会欲？难道真的牛不才是本质吗？跟牛相遇了，抵无，哎，抵触抵无，哎，可是你看他没有，哎，奇怪，学校这个那么顺，抵触两个相抵触一定要碰撞到嘛，那不就有碰面的意思？哇，这个不一定才是本质哎，哈，所以你看。喧宾夺主，假的变真的，真的变假的，真的反不着，违背抵触，对啊，你要抵触怎么是冲撞嘛？违背就这个背不是背离的走，那没有背离怎么误？那个这个应该背违背就是顶撞，对不对？抵触抵无嘛？你看有啊，所以就逆嘛，对啊，逆才会赢嘛。逆的意思有一个词叫逆旅，就旅馆嘛。就是迎接 旅客的意思，叫逆旅。这个旅是 旅客的意思，然后逆是迎，逆旅的意思就迎客或者迎宾嘛，宾客嘛、哦、所以它是旅馆旅舍。你看都不讲为什么旅馆旅舍是逆、哦、所以逆就相迎嘛。哎，这个才是逢哎、欸，真的哈哈好棒哦！对啊，我就奇怪，会面接触跟太阳什么关系啊？太阳独大，谁能够接触太阳？接触到烤焦了或者融化了，不是这个，也不一定啊。人家可能会说它通，对不对？假借为无字啊啊！哇，真的超棒的，真的五啊，那个三声的五啊，五五五五嘛。啊，呜呜呜呜，你看又来了，方方方方，呜呜呜呜，来来来，我来玩这一个，背景好，对不对？声调不重要，我一直说要补充，在这里声调不重要，可以在第二个这里来。那你看我们那个一样啊，声调不重要。对不对？其实这个应该啊，这个例子就可以了。放放放放，啊，呜呜呜，声调不重要，那、啊、再给它一个颜色吧。声调不重要，对不对？一声平赏去。入，然后一声二声，阴平阳平，对啊，阴平阳平就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啊。那你把它那个栏位固定起来，
冻结窗格，哎呦，不是，这里，这样以后就有没有？这边栏目，哎，方，哇，这个可能要很多。这个字太小，不行。啊，这也是不要开题。啊，方，房，房，放，对吧？房还有这个，然后牙。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自己啊，这一样，小一点好，这样才看得到。那这样怎么办呢？太多了就给它换行，对齐 Ctrl One 文件这里是吧？自动换列，这样就可以了。平常去就大概这样。啊，呀呀呀呀，吃惊。然后这里是什么？我们这里是什么？字好像也是那样，不，这个字比较常用的，这个好像有那种山参，这我还舍不得关，哎，汉语大师点字典就可以，更详细的也可以，捂着脸，对不对？它也是五，这个还比较常见，du 然后圆，没有，棒棒棒棒，呀呀呀呀，粉粉粉粉，对，这没有四个的就往后跑，就是这样嘛，碰到。跟这个颁发的颁，就是啊，粉，上一次还发现有一个粉，还更常用是哪个粉？是哦，身份证的份，对啊，来粉，这样以后点下去看会变怎样？他在上传吗？没有上传就是好了，好了之后你再点那个，声音变化关系。那声调不重要，就刚刚做了。声音变化感觉，它怎么给我移到这边来？那这个我可以改吗？声音变化的关系嘛。对啊，那在网络上它自己会储存。那下一次你再开应该都是新的。所以这个云端很好，可以同步。善用，当你那个网速要够哦，频宽要够。奇怪，很容易被搬动。
它这个也可以设，哇，它几乎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该有的 Excel，所以我用这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你如果我用 Excel，我不是用 Google 的那个试算表，啊，它不太完全支援，可是用 OneDrive OK。那 OneDrive 每个人免费5G 还可以啊，这些都小档案，哦，文字的都还好，影像的是比较耗体积哦。我党人的鄙度兮，羌不知吾所张；任重在甚兮，陷之而不济。怀瑾握于兮，穷不得于所恃；义阙群废兮，废所怪也。匪君宜节兮，故庸泰也。文质书内兮，众不知吾之异才；才仆伪机兮，莫之于之所有。从人习义兮，景后以为风，我种人习义兮啊，我觉得用读作种更棒啊，从也可以了啊，从华不可恶兮，你看从华是啊，刚刚还没有恶，对面会面，你看看这个恶，这个字形结构换部首，来了。直接这里就可以了。上海，奇怪，这个学校，我还怕它，这个速度太慢，结果竟然是那么快。这也是45。那这样就已储存了，很方便嘛。第五，聪明明白这个。这个是本来的意思有关，对不对？跟太阳嘛，明亮，那它就其实就是通心字旁的木，那个物，它写这个日字旁就好像晓得的晓，对不对？我们晓风体乎日常，你家喻户晓的晓，也是用太阳来形容心境，我们七星大法都有提到，对不对？这个晓，太阳来形容心境，啊，物也一样啊，这里物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他没讲的，他只说通这个，那当然没什么。这头脑清楚就表示你睡着了，觉悟、聪明、相遇，对不对？人将生为物，何以物果？埋在物欲也。三国演义他都没讲解物为什么有相遇。所以这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其实物还是你看王隐之那些金钻四词，竟然都没有提到，有的话他一定会收入嘛。他们字典怎么编，你知道吗？像王隐之，我猜啦，王隐之金钻四词、金艺术文那个重要的跟训诂字书有关的，他都把它剪下来，然后他是哪一个字的，然后到时候编那个字的时候，哎，相关资料收集起来，这样，然后再排序，一定八成是这样做。你叫我编，我也是这样弄。那这样，假如真是这样的话，王隐之他们都没注意。其实武才是物的本质啊，会面。你抵触了，就会面嘛。对啊，才会。所以你假字九假不归了，假的变真的了，真的武。你看屈原这里还用正字，没有留下来，对不对？这里可以，这个完全是假字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个哦。我跟你讲，不要小看这个字，这个字恐怕不一定查得出来，都是做异体字。哦，五，这时候他还念五，忤逆的忤，对吧？金各反五，金五各反五。尔雅，尔雅两个字，尔雅说啊，心不欲见而见曰五。哦，没有想要约见面，所以这个是五，就是不期而遇了。心没有想要见，去碰到就叫五。
可是错走旁是 OK 的，所以有可能是假这个字，对不对？假如这个真的是本意的话，其实这才是正字啊，那真的完全通假。那那个无的话是牛部的比较对，可是它毕竟是抵触嘛，不是见面啊，所以这要注意哦。哇，赞！那我们就不要写了，这个我写在我们的讲义就好，不能写在这里。啊，这个是五的异体字，这个呢，这个是这个的异体字，相遇耶，相遇金，哇，这更是相遇啦。这个念什么？二或物，对啊，这个才是正字啊。那你看它里头，它凯定里头还有逆，逆就是相迎嘛，相遇啊。相遇到之后吓到，所以不期而遇嘛。哎，这个惊不一定是害死，碰到鬼啊，可以惊讶、惊喜啊，都是惊，对不对？惊是中性的，意外相遇。你看这个就是跟五通用了，对不对？通讲，哇，超赞的。二物，然后会插进去哦。前面那个呢？你们都不学，我自己学到好多好多五物，声音完全，至少我们现在音是完全一样的，五逆，所以跟那个五是一样的，抵触，对不对？会五逆一定是有冲撞嘛，就会接触，可这个冲撞必定那个意思没有那么亲密，不如相遇，相遇才真的正义，所以义有偏义和正义嘛，偏的、邪的和正的，对不对？刚刚那个五。二或者物才是正义，这个念五换物嘛，那个念二和物嘛。你看它还有点撞生词，碰到物哦，对不对？物哦，对不对？可能不期而遇撞到的时候，哎，发出了那个惊讶的感叹的口气啊、口吻啊、不用了，就是这个了，所以就不用再查。梧桐。五、你看，五与五物通有没有？六与五通，真字通，他就已经发现相逢，对不对？这有就是我们讲，对啊，对啊，被你会悟的悟，这个才是至少就无这个声母来讲，它是正字。那真正的正字是这个物，哎呀，所以我们现在都写日字，还在那吵什么规范字、标准字，对不对？正体字、斜体字、繁体、简体字啊，才来见世上。那我们前面看到那个网瘾字有吗？他写得到、得失、得到的得嘛，一定上面要写一个见，他不写背。不写我们那个现在写的日，那你觉得跟日无关，跟见才有关吗？哎，所以真的懂了，他就讲究这个。那我们不懂的，就以讹传讹，语言里头很多积备程式。那还没有积备程式的，就是像各位我们常常提的，一知半解啊，一问三不知，或者根本都想错了，理解错了，没有真正的。哇，真的精彩耶，可以学到好多东西。要不是体力有限哦，真的就废寝忘食哇！超赞的，我是冯，违逆不顺，这个汉语大词典哇，相逢。都用屈原，所以你看吧，我们读的这个是经典嘛，很多文书字源、语言、语句的来源、字义的来源都是花这个时间值得吧，一本万利。你看，还可以通这个吴刚家过上面，如果有房子的话，那就是新买了。这一种还留下形体相近，而且错别字了，就错成这样写法。
那他原来你看他从五啊，不会吧？所以牛也是五的，我看也是行的，有吗？出五和牛只差个出头嘛。要命！所以跟牛应该是没关的，而且你看他现在没有人写五了，应该有啊，还是他没收？电脑好像都有这个字了。刚刚我们是看到人家，对啊，还正字哎，为什么？啊，两个都。那这样，这两个要通啊，对不对？这两个字却不做关联，你也从五故切，你看跟我们这里一样，五故切嘛，并五故切，切就反切嘛，所以有时候用切，有时候用反，就是，所以这个方法叫反切，注意，我要写信给他了，哎呀。字义也一样，那一定是有关联的啊。这两个字要做关联，请加以言定嘛。来来来，正好提供意见。联络我们，二字。请言定。研究这个定是有点讨论，然后做决定啊，讨论什么样才是对的，所以应该是有这个词语。对嘛？研究定。然则二字，此二字必有会通之处。然为点并，可以做一体字之关联或讨论。是否加以言定为贺？孙守贞。这个是五的，这个是五的，贵一体日的所收五二字，两个都念五嘛，所以说的文相同，字义一同，
然这此二之必有会同之处，然贵点并未作一体之观念或讨论，是否加以言定？维和，维和就是一个礼貌性的应酬话了啊，恳请你啊，能够照做，然后就是我就和这个贺就蒙受你的厚爱和厚恩啊，恩情啊，背负着负荷嘛，好的，我也喝。好的，可以记了。对于人来说，说“物无二字”，对不对？所以说“说文”是一样的。字义同然，这此二字必有会通之人啊。会点并未说是这个太多然了，对不对？刚没有注意。是否加以言定为贺？感恩感恩，南无阿弥陀佛。啊，演出的直播好像怪怪的，正好我也想休息一下。今天可能要，哇，又10点了。阿弥陀佛，哇，真太棒了！就不要怕生，真的有生长这一种嘛？二或五，你看有时候都忘记到底三生还是四生，哎，好了，演出。直播又连线上，继续吧。故有不病兮，岂知其故也？汤与所引楚辞作，莫知其何故。这我们到时候也应该拿楚辞来对，就像刚刚有没有一开始陶陶，很奇怪，这个一开始陶陶他都没有说楚辞作滔滔。对不对？一开始是滔滔嘛，这里没有啊。而且说莽音母，可是他却没有说楚辞作滔滔。可见，要么就是司马真索引疏漏了，疏忽了；要么就是他看到的版本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书传了那么久远哦，各式各样都有。才要有这种不要死在一点上的伟大雄心嘛！仰观宇宙之大，这才叫大学啊！汤与九衍兮，渺不可没也；成为改分兮，意什么？哇，学校这个速度怎么还蛮快？是我弟弟啊，其实二弟家弟没有在用电脑的。心啊，成为改分兮，一心而自强，灵敏而不谦兮啊。这个"离"应该还是这个"离"的假借字啊，就"离骚"的"离"了。敏一定是这个敏的假借字，你看，对不对？他还有这个人民的名字根在嘛？那甚至还有这个敏呢，跟你讲，这又通婚，前面好像也出现过。唉，多好用啊！九阳神功，那都是真的出入神境界了。离敏而不迁徙，愿自知有相。相法也，进入北次兮，北次，进入北次，北次是将就的意思，为什么？
这么巧，刚好是白话将就。进入北寺，他这也没有凭据，对不对？为什么要相信他是唐朝人？离屈原很久了。日妹妹，其将暮，寒忧于哀兮。献之以大鼓。乱曰：哦，中了。最后看到乱，要么就是全篇用结束了，要么就是一个章，一个段落结束。集解王逸。娱乐，对不对？仰观浮沙之大，兴，对不对？可以集世清之娱，世清之乐，娱是又是乐，可见娱乐是同义副词。大故未死亡也，所以大故要一起读。献之以大故，哦，就是以又来了，以大故献之的绕章句。这个献就是终其于尽的尽，和期，我们说期限嘛。刚好跟《兰亭集序》就可以做个对应，所以不好好学，随便。大故未死亡也。楚辞寒忧于哀。作书忧于哀，于阴雨，雨者乐也。乱曰：王叔叔，乱者离也。对，没错，乱有两个意思，乱成离曰。最后一个总整理就结论嘛。你看结论的结是不是打结的结，密字旁，这里头有密要去整理，就叫乱。你也是把诗理好，所以又出现了哈，好像我跟他们串通好了一样，还是学会所以人生不同。讲解给我听，所以什么意思？你个戏啊！有时间在那说三道四，就是没时间定下心来好好学习。唔惊惊嘛，那我都，自己说是不是嘛？难道我们在造口业吗？我只描述一个科学事实，不是吗？没有任何价值的事实，真我们很不想这样讲，可是真的事实逼得你不能不，否则我们就说谎嘛，视而不见，装作没看到。一个科学家就是要 report， 对不对？那 report， 你看英文。我们不是教英文而已，教中文一样。Report re 什么意思？重现。re 重复，像影印、复印一样重现呐、啊，不能有自己的加油添足。你就是这样，我们家干，你要我怎么办？说你是很了不起的，很有尊严的，很有程度的，就更不用讲。来了，所以发礼辞子。总撮其要，而从理前以重新整理前面所说的话，就是结论嘛。最后做了个总结啊，对不对？所以就是用这个来，这个以是用什么来？用什么就是所字啊，这个就带前面的。
用哪个来？用这个乱来。为什么用乱约啊？用这个乱来发理辞使啊，阐发整理整篇这个是怀沙这个楚辞，这篇楚辞辞赋的旨趣，这个旨趣跟那个旨有没有一样吗？总，你看总结啊，总抽其要不是做结论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结论约了。以前你看老师都不讲，讲的反正讲古典的古文就把它讲的好像回坐时光机回去古时候，你要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就好亲切，不是好像死知识死学问，有兴趣的才想学。那以后我们只要不想写结论两个字，写个乱嘛，就是再把全文整理一遍，对不对？就叫乱约。我不懂，还以为乱说嘞。胡说胡乱嘛，但只想不止胡，所以乱说还是胡说，也是说，然后浩浩元相兮，对不对？前面才有那个什么滔滔嘛，所以他就来浩浩元相兮，啊。二水明，原乡是二水，原江湘江嘛，以前还被那个湖南四江湘之原理，对，湘之原理，这四字，哦，你看我还记得嘞，以前考数那个地理和历史最强了，跟我们班那时候国中的时候，跟我们班也常常在抢九九一百这样。我那一个同学他也只有这个强，其他都不行。所以二水明地理志大概是汉书地理志，从来没有讲都讲汉书地理志，地理志说湘水出零零海洋山北，零零这里有一个叫海洋山的北边入江源及相之后流也，什么叫后流？后流有可能是下流幕后的嘛，对不对？下流下流就幕后的，啊，人不要居下流，因为脏东西都往下面，上面的水比较清嘛。这有两个断法，我们以前读那个袁宏道的时候啊，他说呢，出零陵海洋山，北入往北流。流入江源，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断了啊，哦。这两可，你也一定要去研究一下，才知道到底怎么断对。你一起断错了，误导人，哦，还不如保留原样，原来本来都没断句。后流应该就是下流或者末流之意，湘的末流是不是这样？以字面看，湘水。出零陵海洋山，北入源，北入江，山北入江，源及湘之后流啊！对不起，不是源江，源及湘之，源是湘的末流，我觉得倒不一定啊。哦，他说是湘水最后北入江，没有讲都是长江啊。啊，哦，我刚刚读成源江，那眼睛那么大，那源及湘之后流也。后流应该就是试试看，后流也有可能是指别的，哦，海大字典不是，这个一定是很多不相干的词都出来。哎呦，流体力学，哦，没有，这当然不是，我们是地理学，不是物理学，啊，元水出漳科，这个也是
常常会出现的。远水出漳科东北，流入江。一样，它到底是出漳，远水是出自漳科的东北，然后流入江，还是出漳科县，然后往东北流入江？两个都可以，所以这个就东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县海山北，对不对？海山的北部就是阳啊，哎，也不对哦，海洋山不一样，山北是阴啊，哦，山南才是阳。出零陵县海山北，自入江，哦。出云县海山北至入江，江都长了。岸二水街，经过越州，而入大江。大江的长江，分流密溪，应该是古啦。所以刚那个应该那个字应该也是古字。分流密溪，修路幽浮溪，道远呼吸，增盈横悲溪永泰。来从头再念：乱曰浩浩元湘溪，分流浩浩元湘溪，分流密溪，修路幽浮溪，道远呼吸。啊，所以这个溪是鱼尾的，啊，相对位置相关之意才能帮助你断句了，啊，这也是我的经验谈。密曰，又来了，你看前面说密是行，行是人行嘛，流是水行嘛，水在行走嘛。啊，密是，其实这应该是谷啦，一定是谷才有流动的意思。你看，谷乱埋没淹没治水嘛，从水约生啊。约会念古，约可能是入声字，所以声音才发差那么多。约跟玉倒是双声，对不对？约现在还是双声，玉急速。啊，古鱼若不将其急速，水的急流嘛。淮沙浩浩也在分流古溪，对不对？那边分流密溪，这个不用怪他，我们也知道他那个。总之这两个字已经混了，啊，很明白。那，另外一个另兼政治嘛，汨罗江的汨呢，你看他写可以写右边是汨，这个汨是长江汨罗，然后汨罗江屈原所乘之水，从水名声啊，哦，你看纪念他，可能专门为他取的名字嘞。我跟你讲，你看刚好屈原，你看屈原多伟大，说文解释，哎，解这个字屈原所乘之水。对，不过屈原假如是谁咖，屈原是虾沙小谁啊？那所又出现了，啊，这是宣告臣的主权性是屈原，不是别人，别人自臣在这条水，是屈原臣的，不是别人臣。你看古跟玉是不是就跟那个对吧异体了，就混了嘛？那汨你看没有别的，就是完全汨罗江。那这个汨可能就这个汨的简化字啊，水名啊，对不对？所以它是名省声啊。你看名中间有日嘛，啊，所以水名就是幽冥界嘛，水让这个一代忠臣
可以招日月的，对不对？前面有这样说，跟日月争辉都可以。拜托，跟日月争辉都可以，一条水算什么？一条水是地球上的一个小部分，日光一个日就压死整个地球了，还要比什么？懂吗？哦。哦，所以真的很了解。我们看其他大字典，那密我不死心，我要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所以为屈原花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值得。也早该啊，在我死之前能够，你看，没有，也是。你看，我们马上等下就要读到这了，阿弥陀佛。前面我骂屈老爷、屈先生，你看还能这样感应到家，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在骂他，因为他也希望他这种示范不要影响后来。你看，他也差一点害死我，没错，真的，我那时候想自杀，有想过他，觉得自己也不要被玷污嘛，不是唬你的，你看详细的解释也只有这样。对不对？就是汨罗江没了，所以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江造的，就为了一个屈原造一个字的。你有我们有这种摘雕吗？要不要肃然起敬？完全就只是汨罗江没有，你看汨罗江没了，人间汨罗。那我跟你讲，罗是什么意思？罗就是离嘛。你看他一直说他离骚，罗不就离吗？我们前面才说罹难的罹跟罗，你看差什么？你自己看，是不是差个竖心旁？它是密字旁在下面，是不是？其实就是一只鸟被网罗住了，汨罗被水抱住了，啊、哦！其实这两个字根本就是为，我看就是为屈原设的，屈原造的。原来可能不叫汨罗江，就是被他这样汨西，原来可能就是沅江、湘江的支流啦，小水流或怎样。结果，湘江的支流啊，上游汨水有东西啊，久叹离世。大家歌颂屈原，那连鲁迅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就事论，前面把他骂那么凶，那是针对国文教育哦，白话文那个，你看，原，让我们不评啊，那个屈原的原，在湘江和沅江之间9年，那时候还没有汨罗江，跳的可能才有嘛，才叫汨罗。所以那时候都不说在汨罗江附近，都是湘江、沅江之间9里，行云折畔，在折畔边走边吟。你看鲁迅先生，你也不讲，他其实还不是用文言文，还说他现代文学大奖，人家文言文底子不好吗？所以你们都是已经有这个底子啊，推不了白话文。那你知道你们这你的子孙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这些中华炎黄子孙，根本就一张白纸，我们不能说人家差。真的被教育教坏了，然后哎，一方面是小孩子没大没小嘛，不是天高地厚啊，那当然是小孩子的问题。那本来是一张白纸，为了我们这样糟蹋，你呢？你是被人家糟蹋，你打入了这么好的文言底子啊，你推行白话文，你看汨罗根本就是指屈原呐，变成他的代名词。我跟你讲，不一定是。他挑这个代名词，根本我怀疑真的就是为他取的。你看"汨"就是冥嘛，所有人都是冥婶婶，那么幽冥。罗刚不是跟你分析过？你看，如果你用大陆这个简化字的"罗"，哪能分析我们这个字义呢？唉，所以我前几天呢、好像礼拜五的时候就跟黄飞鸿老师讲说，他说他要做汉字教育的资源，怕被人家取代，要做一些。我就跟他讲，你想做不堪之论就对了。我还怕他听错，不堪，所以你看同义词这么多，这不写出来，写出来，
就不会误会了。一马平川还真有这个词，哦，竟然没有，不堪嘛，不是那个不堪，你看不堪之典，不堪之论，不会被人家刊刻掉，不会被人家拔掉。你看我有一定的程度吧，所以你看教授为什么宁愿自己掏腰包请我，嗯，感应无法磨灭，刊就是用刀去把它刊掉，像刻书雕印章嘛。你们都看到那么多刊刻的本子了，不是吗？这白的就是被挖去的部分啊，刊掉的部分。我就劝他说，你要做就做，我怕他误会下一次，可能我再补充，因为他对这个有点敏感。我不是，他都是有一个出发点，我一般就觉得大陆像这个啊，就大陆简化字不好嘛。可你这样，他们一定没办法接受。人都是人性都是。可是呢，你看，这明明就是这样嘛。你还用正体字，是不是才讲得出我刚那个罗的那个意思、那个味道，对不对？刚刚不是在这分析？那简化字下面一个细，怎么一直讲不出来？没道理了嘛，完全就死背闷棍，谁喜欢这样？那知其所以然才知道，没被蒙在蒙里，没有被国防部盖住嘛，没有被抗暴的嘛。对不对？蒙在鼓里，谁不喜欢这样？那你可以收集这些，然后加以论述组织。这个以后啊，当人家要会通这个简化字和传统字，甚至反归传统字，废除，慢慢废除简化字。我有信心简化字慢慢会废除，因为弊端太多，没有必要。真的，你留下简化字，现在只是他们唯一合理就是大家都推行简化字，然后也没有实质的需要。像黄老师就这样讲，哎，当初也没有简化字，怎么会有简化字？他们的师资还不是繁体字的人教出来？那现在教育资讯那么发达，就不能逆其向，看你肯不肯教？尤其大陆是极权主义，对不对？不要骗我了，你只要一到正定下去，恢复繁体，当然不需要这样，不能这样，对啊，就是至少把这种。你可以继续用这个字嘛，像去书写或者怎样，对不对？都可以啊。可是在做国文范本或者读到古文中国文化部分的时候，就好像日本人叫我们叫支那，我之前谈过，谈到文化叫中华，那这一样啊。如果讲到传统的，你就要用那么多，不能再这样啊。除非你想要推广，比如说简化字大家认得比较多，推广那可以，可是不能停止在这，慢慢让简化和汉字传统原来的那个字体是并行，对不对？啊，政府要慢慢疏导它，不是这时候不是自产那个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政府或执政者有这个责任嘛、能力，导于政嘛，所以政者政也嘛，导政哈。我从来都没有说要废除简化，简化是有很多很方便的，对啊，有时候我们也写得很顺嘛，在写的时候因为。手写虽然现在很少了，可是不会完全都没有。像我们手机有时候手写输入，像黄老师自己也承认，对不对？哎，有简化字跑出来是繁体字。对呀、啊，这个都它是一个很好资源，可是你不能像现在这样独霸的，因为中华文化不是光你这一段，新中国建立。你看你这个罗，你要跟学生讲，你要跟后人子孙讲，跟外甚至介绍给外国人，是不是？我们刚刚那个罗，再来一遍。对啊，没有简化才能讲嘛。你简化了这三个字怎么讲？你现在变这样，那下面的夕怎么说？夕阳跟夕阳什么关系？它是一个鸟被网罗住，夕阳跟这个网上面是个网嘛，所以它部首是网部嘛。你查字典，跟这个什么关系啊？啊，夕阳被网住了。密流一定是从古来的，那大家我也记得纪念屈原啊，明了死不瞑目，对，忠臣被害，所以称汨罗江。你看他都一直用这个古字，他其实是用古，有没有？刚刚看到一体字典，他就引这里，他都写汨，不是他写的啊，当然是这里是可，他写的怎么样也不知道，浩浩原香兮，分流汨兮。然后呢？修路幽浮兮。
TOB。 我们前面学过了它这个也值，它的判断的这个语气词，它的意思说优服，处词做优必，到时候我们讲解就跟你讲，这个字可以念必耶，必服乱其所闻，孟子里头嘛，法生必是，对不对？你看必是有没有？必是孟必，就知道为什么做优必了吧？你看都这样，处词做优必也不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讲所以然了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到上帝的审判，看到没有？是不是很无愧？我们是不是真的说到做到？知其然，除非我们不知道的，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是不是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是的，为什么他是 B？ 为什么有一个本子写这个 B？ 所以这个 B 一定是假字，这个才有意思嘛。忧和 B 是同一副字，被遮蔽了，当然叫忧了。那这个 B 当然不是辅佐啊，这反而是这个意思，它还是有意思。这个是服是什么？为乱，你看，为逆行服，行服乱其所为。其实他念服可以念 B 嘛，讲过 b p m 转，对不对 ？f 可以转 b 嘛，这都是刚刚这个的，对不对？就有了字形结构兼音译。等一下，我不知道哪里有，有时候不要老是点那里嘛。有没有 ？b p 没有，这两个互换的嘛，对不对？辅可以念补啊，对不对？那辅可以念有嘛 ？b 嘛？法生 b 是法家 b， 怎么是法家？是啊，法家 b 是真的是。那这文明乡长还因只因南辅你老先生一番好意。违背福利，法家必是，真的入者无法，真的是法家。必，你看以前都不讲，这也是相对位置，有相关家就对事嘛，人事嘛，成一家之言，法和必都是正派的，这是法则的，有法则守法的，有规矩的。必既然是闲事，当然能够做辅必啊，这是了解啦。那这时候你看那个肺也可以念臂，可见那个福右边的福可以念福，所以你看我们阿弥陀佛其实台语是念阿弥陀佛。来我们看台语，现在还有客语有没有啊？佛佛佛，你看佛佛佛佛佛，对不对？然后如果是客语呢？佛，你看它的还是佛，已经类似国语了，佛了，它没有啵的音了。佛，阿弥陀佛，佛，有吗？它已经类似国语了，来这个蜜，汨罗江的蜜，金古罗线，所以叫汨罗，又称罗水，下称汨罗江。你说汨水与罗水河流，汨罗源。我是觉得我真的很怀疑，原来觉得没有这个，这个大概是后来人。对啊，长沙汨罗院。曲坛，你看，那摆明就是，自称怀沙，你看现在就怀沙，怀十岁自投汨罗一世。蜜水在罗，故曰汨罗。
蜜水是流经螺线，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你看我们刚刚，你看还好没看这个，就没自信。唉，也是有道理的啦，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好厉害，你看我哪那么厉害？因为我身上很聪明。其实我天资蛮差的，智商也不高，像黄培勇老师那种真的是智商高，他脸书还有秀他智商多少，我每次智商考的都很差，你看以螺水合成蜜，有吗？那叫蜜螺浆，蜜者。蜜煮啦，这个念煮啊，还是水边的沙地蜜螺浆冰，特别支持，还都跟屈原离不开关系啊，屈老爷了不起哈、日升，连蜜金蜜滴三次跟各位看到啊，汉朝一个名臣，好，修路幽闭溪啊，楚辞做幽闭，然后道远。道远呼吸，增盈，这个盈是这个盈的一体。横悲兮咏叹，慨兮四季。道远呼吸，修路幽不兮，道远呼吸，增盈。横悲兮咏叹慨兮，真盈横悲兮，横就长，前面也说长跟长这里可以通了，对不对？横悲兮咏叹慨兮，真盈横悲兮咏叹慨兮，你看咏就长嘛，什么？你说咏节无情咏，香气渺云汉。四季莫无知兮，人心不可畏兮。未有说兮，人心不可说兮，说就说服啊。但是说为说法好像就说说应该是说服的，没办法说服他们接受我相信我，对不对？既然讲不通了，绝望了，未有说也啊，所以楚辞无真盈以下二十一字啊，楚辞没有真盈下面的啊，这个乙是用那个乙，二十一个字，怀情报之兮，情就是指啊，就是真情真实的，独无匹兮，没有匹配的。没有伴，只能孤独的在世上行。伯乐寂寞兮，你看我们前面才讲，那是千里马，需要有伯乐。跑得了，跑得上，跑不了庙，没有跑出我们如来佛师手掌心啊！伯乐寂寞兮，寂将烟尘兮，寂解。往意也，成亮。烟尘就烟量，怎么去测？怎么就烟嘛？测量就测估评估，对不对？测量评估去能够认识或找到，认识千里马啊。人生有命兮啊，你看就白话文了嘛，有一定的命运，对不对？各有所错兮，这错就通这个错一样。各有自各自的位置啊，所又出现了，你看，
王毅曰：“错安也。”你看他竟然是这个错。哎，对，错就安是安置安放，安定在那个地方，放定就定位，是不是就安下来、安住下来？对啊，所以为什么有安理？我们现在有安放、安置嘛？嗯，错是安，定心广智于何位？应该是这样断，最后做一个于何谓俱息、定心广智于何谓俱息，于就其余其他，其他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何字，还有是我们天智还原嘛、哎呦，楚辞鱼作鱼呢，并作鱼，可见大陆的简化是有根据吧？那这个其实就字形结构把十步拿掉而已嘛。可是古人这样，他有他的时代性嘛？那时候字少，就是均不发达。你现在简化是这两个又剪在一块，到时候到底是余光中还是余光中，有这个性呢，完全就分不开了。这就是我们讲以后两岸，不能不要说两岸啊，就传统字跟简化字，我们当简化字是新体字嘛，它新的嘛，对不对？旧的字和新的字真的要继续融合汇通、原来走那个路是错的，还甚至他们内部文件都出来，他原来刚开始简化字其实要把汉字罗马化、拼音化，哎，我真不知道当时那些人都疯了。真伤元哀兮，永叹愧兮。真伤元哀，永叹愧兮。是闻不无知心，不可谓兮。是闻不无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惜。是魂不无之心，不可谓惜。等一下，我看一下，如果相对位置的话，是六个字，六个字对，对四个字啊，变四六文了，有没有？后来为什么会有偏隶文字？然后，勿爱惜，民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泪兮。法效法嘛，这里是法，是法则。以为泪，以为效法，作为我效法的对象。哦，我们有一个词叫归灭，啊。法天地完人，对不对？法天古今完人呐、啊，你看法古今人就效法。哦，这个是东吴大学的校训。哦，内法也。
内力以为忠臣不是乱军之力，以此作为忠臣不是不去侍奉乱军的先例。他想要开先例是这样吗？我觉得还有的商量，这个到时候看课文呗。这些都是。于是哦，这就是没错，对不对？这里应该已经一小段了。于是怀使遂自投汨罗以死，对不对？吾将以为累心，安累力。民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累心。累，前面讲在丑亦不争同类嘛，因为这也不是累。吾将以为累心。这个累还有一个污点的意思，是通这个累。到时候我们都会讨论的。这特殊的智力、智慧能力啊，十全大补完。还是用法则方面，对不对？还是主张这个。可是，你看他这还没有收这个智力，我带你们去看他通这个类，这应该有这个字。类解，看到没有？跟气节有关。内劫的大小也一样，也做超劫，当然都不是啊，这是七星大法物质的瑕疵，看到没有？明月之珠不能无泪，这个泪可以假借为这个泪，因为我自行结果换木有犬嘛，跟犬没有关系，跟蜜有关，它是讲原来是丝的残结，对不对？都泪结，可是这个丝丝品有瑕疵，揪在一起就没办法纺织了嘛，所以吾将以为累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人生的污点，有可能瑕疵，所以我还是自尽，我活不下去了，因为觉得太羞辱了嘛。我那时候是不我跳河自尽，竟然以为法，希望后代人效法嘛，以为法则作为一个开一个先例，所以我们也跟着去死，是这样。拍谁？我有另类解的吾将以为累心，生这个累呢？你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看他身运的关系啊、这个雷或累嘛，连累了嘛，对不对？有累就是被连累，就是有罪啊。你看，再来一个，是我们刚刚那个累。你看他身运的关系，来某谢色。莱姆紫色，这当然没问题啊。对，看到没有？莱姆紫色，根本都同音字，还跟这个类紫色一模一样，至少中古音是完全一样。那我们看上古音，要看韵典王。我用哪一招读，自己都应该知道了嘛。随便你们了，对不对？一样复制三个，上古音啊，人家有女音的，他身符是累，累，歌韵，累。为运，累为运，所以他那个累跟那个累是一起的，累歌运或累为运啊。我们看，累上古音，累那声符就分了，和韵母是一样的，为运有重叠，对运，为运，你看到没有？这个类更不用讲，为，对不对？跟这个是类似的。
而是他身服这个，对应小雅的是内蕴，对应小雅的是内蕴，对应广蕴的是内蕴，在这里面，哎，你看对应广蕴的内蕴有吗？当然，刚刚广蕴我们看过就中古蕴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身服，这是一组。哦，这个是另外一组，身服它是有差的。那这两种身服是差在哪里？距离远不远？哇，那么多，难论。所以我们是没时间再去做研究，我们开一个头。哦，刚刚你有做国文方面研究，你可以从这里去切入看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开这个路、开这个头是不好的。你也可以去可以做撰拟一些论文发表，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智慧财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不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嗯，是不是？这个杜甫的诗是在哪里有呢？竟然没有，杜甫实在没有啊！杜工不起，他四部从宽本的应该叫杜工不起。哎呦，真伤心。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杜老爷？我们当然要分门集注，杜工不施。分门怎么会变分开？连分门都没有，分门别类。脚步分门都没听过。哦，这都是不常用。这已经是那个啦，阿德尔，好了，脸书直播结束，分门别会，分门别户，别类分门。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不是好多了吗？
分门集注，这不用这个了，分门集注，杜工部师。四部同根起义，应该这样。看是不是结果就是，其实杜工不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上海韩墨，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以后我们都是重要的参考杜诗的时候。分楼借南海潘氏长，宋刊本影印，原书版框高，营造史六寸七分，四寸二分，宋刊本呢？南海潘是不知道谁，我好像知道是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序。红珠续约，这样以后就可以。公布是安得款下千万间，还是这个下啊，安得款下，所以这里我们要加一个那个嘛，才不会说找不到啊，那其实只是差这个错，所以它的异体字你看这样就找得到，是不是这可能也是我整理的，我怎么那么厉害？它能变那个液体之下，对吗？2017年整的嘛，那时候教学生的时候来弄的，分门集注，不公布私注，郡地是三月，这章都以后再搞了。古诗三首。律师三首，
望月。望月是一篇很有名的啊，戴夫戴宗福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个前面竟然没有给他，对啊，这样，哦，对嘛，你看哦，都加了标点了，嗯，我帮他稍微整一下哈，安得广厦千万间。诏曰：白乐天师，我愿不行千万丈，与君同盖洛阳城。难尽呼吸，岂有万丈之轻乎？万丈之轻，就是当然是文学的语言呐啊，夸饰哈，公园。千万间之广厦，二宫自有生死，大臂，这样就对了。那我们这里一样，安得广厦千万间。我就不再孙守正案了，就没什么好孙守正案啊，要出那个风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书曰。乱而用简化式，所以简化式本来就有的啊，不要乱而怨志，忧而思乐。忠臣义士之常心辅于世时，杜甫的甫啊，官卑未下身轻。你看，我们一直说礼字，它就出现了。身轻离之利，必无所失，不免伤今思古而欲得必复
心下自苍生，为其欢然怀，归尚未忍气去，忆祖太宗之遗业，尚未忍气去，忆祖太宗之遗业，不欲复安之时，无正风淋雨之雨，故曰不动安无生。呜呼，何时眼睛，我帮他打了不少小注，其实这个笛字版的那个电子版可以复制过来引用也可以啊，一模一模一样啊，它只是这个字大小不对称，所以这个没办法整齐。书曰乱耳，愿自忧而思乐，终成一世之从心。佛于是时观卑微下，亲身亲离之，力无所思，不免伤心思苦。而欲得，欲得，而欲得必应，必负天下之苍生，为其欢然怀归。尚未忍气去，忆祖太宗之遗烈，故欲复安之时，无正风使无正风淋雨之雨，故曰不动安有生也。这个啊，这里就没有了，这里给它整一下。如物见此屋，无如独破受动思意者。书曰皆叹故永歌之，不欲乱而愿自心所，爱写其忧愤之心，其欲有兴衰波乱之主，而康济王室已成为为徒物，自公未知何时之所望之处是也，无如独
我受重视，并组成。你看，我认为是跟安禄山有关，禄山之乱，天子入蜀，佛走凤翔。夜宿中，受失意。太多了，太多了 ，too much。凤翔龙飞，祝凤翔鸾，当然不用了。两个都可以。与房管，与房管少为布衣交，至德元年7月21日，管拜于臣。桃吗？霞，霸相，陈什么？啊，陈桃，霞还鸠啊？陈桃鸠霸相是指，武桑树。人管罪，系不移民，诉中怒，你刚好对，诉中怒。赵立推问，后义解，初为然不胜审入。时寇夺府家，呼弥宁。如若自饿死，应该是这样，先这样哦。故咏歌之嘛，长歌就咏歌。好，应该是这样。这样打字读书真的很过瘾。书曰：
这根本下面都是那个嘛，所以就他就不要下面都要取代掉。对啊，下面都是柱纹啊。当然就会拉很长，没办法，以后再处理。这个边下都要水溅。水的做的镜子，或水像镜子，这字同哎，不是水栏杆哦，木字旁。那就水旁边的栏杆了，是不是？这可以都可以写一首诗的杜甫，真的厉害。好，我们是要这个就先这样了，拍谁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待遥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黄飞鸿老师，他就觉得这个好玩。他整首词都给，才发现他上限是120个字，27个字，所以这都可以。啊，碧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然后，可见这个我们断句断错了嘛，然后可能是这样。大庇天下，我们寒言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就安运，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无如独破手中丝一处。那就可以啦，你看我们玩游戏哦，你看。你看，对不对？整首都可以打字了，瞬间，是不是？可以打那么长的，都可以当那个词汇糖。好，我花了个时间给你分心去玩那个。这个还不错，他要提醒你。这个没有，我是有点突兀见此物，无如虏获受冻死一族。你看人家的胸襟啊。于是怀石，遂自投。所以淮沙沙石是一起的啊，不要以为沙就很小，当然沙变成沙包也是很重嘛。于是淮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以就是而嘛，你看而死，对不对？随风而逝，随风以逝 ，OK， 所以以等于而，有一个例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增加你的智慧能力了。少曰：“汨水在罗，故曰汨罗。”你看它的月也很像日嘛，对不对？所以地理自长沙有。罗县，罗子之所喜，
轻松。螺线北戴蜜水阴蜜故螺线在月周象阴里，象阴县东北，月周象阴县东北20里，春秋时。罗子国泰，罗子国秦制。春秋时是罗子国，那秦朝的时候就治长沙郡，而为县也。因为秦朝已经是安置了、设置了一个长沙郡，所以罗就。贬低了，降级为县，或者而且啦啊，设的长沙郡罗也改成县也可以，郡县制嘛。按县北有密水及屈原庙。续其邪，续其邪哦，续其邪就是袁枚的那个子不语嘛，后来改子不语，就是跟续其邪撞名了，对不对？续其邪寄云，嗯，照他这样应该是这样断句，续其邪寄云。屈原以五月五日，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端午就是为了这个。现在端午都过两天了啊，已经端午节啊，过一天，可是已经子时了啊。屈原以五月五日，你看，我们真的才在纪念屈先生，对不对？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美于此。每天到了到日或在这一天。以竹简，你看我们的竹筒，所以这个原来是出自哪里？续其邪记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本书啊，所以真正纪念去端午节要读到这，对不对？完整版。有哎，它是维基版吴军哦。哎，他没有，这个没有图可以对照的，不保险。出自这本书，以竹筒、竹米，对不对？这就是粽子的由来嘛，原来是用竹筒做的。投水祭之，汉建武中，汉朝好像建武好像是汉武帝吧。建武年中，就像康熙年中、雍正年中，长沙屈回百日，忽见一人。为什么用长沙屈回？
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大夫，对不起，谓回曰：“哦，闻君常见计，甚善。”但常年所以病为角龙所弃，今若有会，可以练于夜塞之塞上啊，可以练于夜塞上以五色丝，转夫之此物蛟龙所。但讲话讲到这里，所以回就一，可见回是人名嘛，一其言世人五月五庆当对不对？五月五日作粽，哎，粽出现了。作粽，并带五色丝，即练夜，皆汨罗之以风。哦，很棒！屈原祭死之后，嗯。都了解了哈，到时候我们再细讲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其练也。啊，作粽，并带。大陆简化是现在都用那个并。这粽子原来是写这个啊，粽子有了。今天就整理完那个就 OK 了啊。本来想对一下白那本算，有两三个钟头。你看，竟然查无资料，那这个当然是繁体字啊，对不对？这个笔画少那么多，它字形前要换部首嘛，改用祖宗的宗，不用这个。啊，那现在还没有用系统字，所以查不到。嗯，啊，仲说文不仲，说文心腹做这个仲。哦，因为说文心腹一定是根据《史记》来的了嘛，不是根据这个。去习习的记这些书来的，那屈原已经死了，要祭死之后，除有宋玉、唐乐、景差，你看景是景昭，都是屈景昭都是楚国的贵族嘛。前面有提到说他三闾大夫就是管那个贵族优秀的人才，像景差就是类似，或景差啊，这是楚这个哲又有的讲了，对不对？你看这些是名词接什么，那可是别忘了它前面有个有哦，有这样的人，对，这一类的景差的这一类啊，之徒，之徒，这个字可以读成这，然后这一类的，这很顺啊，之也有此的意思嘛，就是这彼此，此岸彼岸那个。徐广曰：“差或作庆，所以景差也写有人说是景庆，所以杨子法言
习汉书。古今人表皆是景，字形结构换部首，景则经作猜，经作猜是自省、哦、他也知道有个他都讲自省，就不讲字形结构就好了嘛。是自省耳，以徐裴周三家皆无音、啊、徐裴周三家，徐广裴音周不知道是谁，三家著《论语》都没有读音、啊、是如字读也、啊、既然没有读音的话，就表示这个字如原来它本来的音，本来到底是猜猜还是差如就是如那个字原来的读音去读就对了，没有破音啊，没有另外的音。皆好好词而以复见称啊，见称又是代词性质，要被称赞啊，见称。然皆主屈原之从容词力，终末感之见，其后处日以削傲，数十年，终究为被秦所灭。自屈原沉，他是用沈字，沉汨罗。白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我们前面的淮沙王。过湘水，投书以吊，投书用来吊念屈原。好，圆满。贾生，名仪，洛阳人也。年十八，已能诵诗主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你看秀才就这样来名称，原来只是表示他才能很出类拔萃，很秀、哦、优秀。秀是美也，应少，毕光武，汉光武帝的讳，名讳，改茂才也。我不叫秀才，因为光武帝名秀，刘秀，单名秀，名字只有一个字叫单名。赵字门下，甚性爱，非常的宠幸爱喜爱他。孝文帝，孝文皇帝出力，闻河南守无功，无幸失其名，故称功。他姓吴啦，吴是姓啊，吴是姓啊。史家诗没有记载，遗失了，丢掉了他的名字啊，所以只好称公。河南有个守叫吴公啊，不是姓吴名公啊，吴是姓啊。自评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这故是旧。以前呢，与李斯同意，
和藏学试验，和藏学试验乃真为廷尉，廷尉乃言假身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术，文帝昭以为博士。是时假身年二十余，才二十岁，最为少，就是博士中最年少的。每诏令议，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每诏令议下，文帝昭以为博士，是假身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所以这样就打逗号。那后面比较是一组，好，圆满了，好棒。那我们前面我给他分个段嘛，段个段也应该，于是怀十岁之后命罗尼斯，这里竟然是这样，为什么？谢谢王一相发言，这里少一个了，金诺贝，其解王爷相法也，相法是上一页的，对，法相法也。其实这里还是要给他断一下，好，这个，学员言无恩之心目得必当下，又谁能无恩？然后呢，呼呼呼，对不对？就是，乃作怀沙之父，这里也要这个下引号，乃作怀沙之父。乃作怀沙之父，那里也是要给他分段的啊。这样比较好找。是，乃作怀沙之父，其辞曰，对不对？乃作怀沙之父，其辞，这应该其辞曰这样。这样比较好，可是其实月遥遥梦下兮，断在这也不太对，好吧，还是乃坐那里好了。这样比较清楚啊，还有前面那个鱼府那里也是，其实它就分这几段嘛，鱼府出现，那下面就是对不对？这里应该你去襄王怒而迁之啊，群员行营则叛，这后面又是一段，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鱼府了嘛，是将兵拼法行营的那件事，对不对？对啊，他被放之后，鱼府
哦，屈原列传，古文观止，屈原列传都在古文观止里头，哇，太棒了。嗯，啊，哦，应该好几页吧？对啊，哇，古文观止有选屈原列传，也应该的啦，哦，真的写得很好。但是那个跟伯夷，这都是代表作了啊，司马迁。我们看一下那个《楚辞》。怀桑不是不是渔父，一开头就是行云则漫嘛，哦，对，所以他是从七月七棒游于江潭，行云则畔，颜色憔悴，对不对？所以你看司马迁，他就画颜色憔悴，照抄，对不对？披发行云。对啊，那只是没有批法而已，对不对？司马迁稍微改一下，问题他怎么改？除非有别的资料，否则不行哎。你司马迁给他乱，对不对？他还没说批法，你就说他批法，除非有别的根据，对不对？那前面都是记载他在这个朝廷的，就不需要特别分段。嗯，所以是诗与平记注，其后其欲法起。这里其实可以一段。推此之也，虽与日望月更安可也。我们这里给它分一段。好，那下一页。可见它定位点是以头为准。屈平记出，嗯，那这样的话，一篇屈原传，你看这样是蛮漂亮，哦，大抵就分这几大段，刚好还蛮平均的，嗯，好，这个我们就连假声一起，哦，还是假声也读完好，不行啊，哇，假声它后面还。又有这个词嘞，太史公要啊，太史公要读啊，对不对？差点忘了，这才完整啊，哦，不能不读太史公，因为它一个节了。史十年二三十三年，即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是郡守，而贾家最好学，是其家与于通书，哦，所以你看跟司马迁有通书之意，这样的友谊就是有来往啊，有聊过了啊，哦，字来通书查一下，不一定是专有名词了，我们是望文生义，觉得就通书了。那这个他这个刚刚有定位了嘛，所以我们不需要渔父中去，对啊，应该都蛮好找的。通书，对啊，胡同信啊，那就没问题啊，应该就通互相信息，没有什么特别的，是怕有专门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哦，来通信历史，对，好，自孝昭皇帝汉昭帝，自孝昭时列为九卿，哇，做到大官了，列为九卿就是在九卿的行列里头。太史公就说啊，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哇！哎，哇！这辨识力真的很强，《离骚》天王招魂，哀影悲其志，
是长沙湾区人所自成愿，荆州寄语。长沙罗线北带密水去线四十里，是源自成处，北岸有庙，未尝不垂涕流眼泪，涕不是鼻涕啊，流就是垂，掉眼泪，想见其为人，这一定有感而发嘛，跟我们一样啊。所以司马迁，你看啊，所以真的要学佛，他们呢，你看生在佛教传到中国之前，哇都，嗯，即见假身吊之。又怪屈原以比其才，啊，比其之才，就是用他的才那个样的才华，对不对？才能游诸侯，何国不容？就像张仪和苏秦不一定要为母国尽力，可是他是贵族的，像韩非子这样，何国不容？而自令。弱势，可是人家自己国家的人不要他，他还是自令弱势，不自己使自己像这样的下场，落到这样下。独伏鸟腹，独伏鸟腹，同生死，轻去就。啊，以生死为同，前面的礼尚往来。以往来为上，以生死为同嘛，这都是以后面那件事为这个前面那个动词的本身啊。清净就一样，以去旧为清啊，旧就是清净嘛，去是远离嘛啊。我们说各就各位，旧职啊，道职，那这是离职嘛，还有去职、旧职，对不对？啊，清就以去旧为清，不在乎，又爽然自失。嗯，那么他什么意思？何国不容，就表示司马迁太史公认为一般人会觉得重去就，你干嘛呢？自轻生命为重嘛，不要轻妄自轻生嘛。那这里不留也自有留也有处嘛。可是独伏鸟腹，他们不在乎生死，他们不会觉得死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跟生一样嘛。然后呢，不会认为。要一定要做官，所以要到别地方发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会啊，不做就不做，所以他觉得去和就是没有什么差别，轻就是同嘛，所以他就爽然自失啊。原来，所以他原来是有点怪屈原怪罪。你看我们前面有怪屈原，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就是重生死，对不对？这什么叫重生死？就是重生死之别，生和死的大不同啊！我们信佛了，皈依佛，当然还是重生死了，不能这样同生死。自杀以后死后不得了，不是死后就没事。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那爽然自失，这个爽是爽约的爽，屡试不爽。啊，爽就是失误啊，觉得自己判断错误；自私就自己觉得有失误之处，啊，对他们的评论有失公道之处。你看，也不能说公道啦，就是以他们的标准或价值观来说，哎，其实也有另外一番的见解，另外一番的境地。可是我跟你讲，还是皈依三宝才对。我绕了一圈，我以前也是这一派的，啊，这样都不对。哦，你只要为什么不是说三宝好或怎样？
佛教讲什么变法皆虚空，这只有一个自己嘛，那何等的气魄啊，宇宙就是自己啊，自己的法身。对啊，那你干嘛死了？你既然同生死轻去就，那为什么要死？生和死间，何况人一定会死嘛，何必要自杀？尤其你对自杀，对自己就肉体就是不慈悲，再来身体也不是。你看我们古人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父母怎么交代？那对你的亲人好友，像前面不是屈原死了，楚人也很难过啊。对啊，那些朝廷的小人甚至楚王，他们不在乎，可是有人在乎，你不能不管他们，只顾自己爽就好了，对不对？这个爽当然跟那个爽不一样。然后自私一个结论了，对啊，就不谈了，对不对？言尽于此，让你去想啊。他没有做个结论，那你觉得司马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看他被汉武帝阉了之后，阉掉小鸟之后，割掉小鸟之后，你看也是轻去就。汉武帝要重用他，后来好像为了弥补他，给他上书令什么，他也做一做，后来不知所踪啊。所以他其实转而自私，就是否定原来的价值观，皈依他们了嘛。啊，可是他至少没有想不开去自杀，啊，这样是好的啊。我也是啊，哪一天也许哪一天我们走到哪也不知道了。爽一本做事，这个有意思哦，到时候再研究。我想不光是行而，有可能是爽。为什么有爽约的爽，又秋高气爽，这个意思差那么多的？对不对？秋高气爽，那舒适啊，适合怎么会变差误啊？适合应该是和啊，和就是对啊，又是双极，不一定它又是假借式。那当然形体也净啊，哦，至少楷书是这样。可是当然楷书不能做标准，哦，不能做标准。啊，索引空一格对，索引数战，索引当然叫司马迁那里学。他觉得他姓司马嘛，哦，司马迁的后裔司马真，是不是真的后裔不知道了。曰屈平行政，我不知道而已哦。叫司马真，他说他有家谱，你不能否定啊，是我孤陋寡。曰屈平行政，以是。数战曰，哦，所引数战曰，数战就是称数。然后赞叹做一个总结啊，评论啊，评析啊，屈平行政，以示怀王，仅于比劫，日月争光。你看，我就知道怎么作文了。我没有看哦，我不是看到给你念出来，中而见放。这就是代词性助词的被放逐，单向，嗯，也不是哦，这个应该是算被动式。残者益彰，对，越嚣张了。复烧见之，怀杀。自伤，百年之后，空悲吊香。这是吊床吗？空是徒劳无功的徒的意思啊，徒劳后人。为他感伤，徒留后人对他无尽的思念和追悼。端午节的纪念刚好，哇，要起鸡皮疙瘩了，竟然一分不差。唉，你们自己好好去想一想吧。这样的视线
再怎么安排也没那么准吧。啊，为什么明明是两个字，为什么会变成？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啊，时间你看，不一定还刚好十二点，一秒钟都不差，你就会吓死。你看，刚好一个尾巴过去。乾隆四年，交刊这里可以加的。当然，这个是前面看过，它是光啊，正好要看那个，可能收了。你看十二点刚刚好。你看那个，哎，前面有收吗？没有，你看，正好。你看还有人卖这个书，《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武英店》，实际130卷。那我们这个的是。五省官书局合科24史之首、哦、他这个还蛮讲究版本的，比五州同文局石印早19年。嗯，竟然要多少？20000人民币、哦、当然正朔古今的名著啊，又是不错的版本。我们那时候想说五州同文局，我以为是同文书局，跟这不一样，同文书局更没有名。上海，对，那是上海，这个是五州。那这个你看，我们前面有实际卷80，嗯，你看一秒钟都没给你抄，实际卷80考证，不一定，这个也应该要给他读一下，对不对？顾炎武曰。哈，刚好我研究了，哇，真的鸡皮疙瘩。啊，屈原《贾深烈传》，卧流而迁西。啊，顾炎武曰。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不多了，我们看一看，好吧？对，好吗？才2-3页，后来才是85。史记卷85。安泰使令司马迁传，这就不一一给他弄了哦。吕不韦列传25。吕不韦这个人啊，是炀帝大古人。所以敌应敌嘛，孰又应宰，地理志，先民，孰应颍川，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亦多与此传不同。
翻过水云太史公。楚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果不全。一，比说，或者流向定战国策时，以一以译文。改译笔书，以己译文，自己听到了不同的改，修改原来的书，遂令不与四千计合矣。假因古古因古就是商古的古因古因古政权著周礼曰：行曰商，到处都是要商，处处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的叫古，杨迪，今河南胡也，晚来饭贱卖贵，饭就可见饭是买。买贱，对不对？买低放高，卖出去是贵，才有的赚呢。徐广曰：“一本云，杨迪大古也，往来贱买贵卖，对不对？”没错吧，买相对的就卖饭嘛，所以饭也有买的意思，有卖的意思，这叫交易啊。贵卖，所以好了，基本吧。哎呀，那前面这个也给他弄好了，对不对？那后面都整理好，你前面没有汉中郎外兵曹，汉中郎外兵曹参军，外兵曹参军裴英提及，唐国子。博士，红一定是必会红文管学士司马真史，唐诸王侍读，帅府长史，张守节真，这里差点错了。好，最后看
古元武的、卧流而迁徙，故元武曰啊，贾生传啊，这个贾生传的不是？难怪我觉得怎么好像没读到这一句。卧气息，卧气周鼎息而保康虎，应少曰。卧阴婉，婉转也啊，婉转也，这个其实是这个字是通那个字的啊，也是字形结构换声符，声符不同。卧流而迁徙，卧推而还所，所以，我因无火反，我转也。异同，异同而因异。今说文云，我离丙也。重斗寒深，杨雄杜陵说皆以为调车轮卧屋阔切暗寒。寒字古暗切，说文记语，所以他是念干啊。说文记语，既然说寒深，则不得为。不挂切，言思古匡谬正俗云，身类自领。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这样的智慧能力啦？专业知识，病因管，念管不是念物。假以伏鸟赋云。卧流而迁张，连卧流而迁张华，立志师云大矣，卧运皆为转矣，皆为转这个字矣。楚辞有这样的文字说：“往为悲，往为烟细，此意与卧同，自己为婉。”故知卧往二音不殊，近代流俗因乌瓜切，乌瓜切念瓜弯挖或扩的话的卧。
哦，流俗音卧是不对的，所以他是说这个管音卧，这应该念干或冠哦，跟他声音相近。流俗这个现在念斡旋是不对的，斡瓜切非也。那还古言武有人就笑他说，他希望把读音恢复古时候的啊，是有点迂阔了啊。《四库全书》提要好像也是这样批评他的，我想我不予置评啊，因为他不一定是说要那个恢复古音，而是怎样，有时候可能误会或者就一点就去，而还所说语言果然就多一个字嘛。所以这个很好，那个不对齐就这样。第一个区哦，这因为这个圈它出不来啊，所以自然就比较高，这没办法，它不出来我也没办法给你打。假声状不是干啊，哇，第一个卧没卧气周顶息。和保康，卧气，所以就丢弃嘛。这个好的，以这个为好，这个才真正好的，就把它丢掉。这个却去以它为宝，对不对？又来了上网来，以后面的作为它本质。顾炎武这里只是亭林先生这里只是说。他的发音的问题嘛，声韵学，非也，汉书史或者服食其名御膳，或山海之祸。是故曰，或为主理也。如与管同，给他找证据嘛，旁证。确实，管跟握是同音才对，啊，它是主管的意思，所以不能念握，应该念管或干，啊，冠。管和干只是差中间有乌这个音嘛，所以可能后来人就那个，其实这只是声变，有时候声母就掉了，对不对？你看管就弯，握弯和握就变成叠。双声字之类的啊，贯通即孝文公，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家最好学，视其家与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林志龙曰，就明朝一个有名的评点家啊，他主要偏向文学，鞍马千足于汉武末年，此言家贾家自孝章始列为九卿，此句盖后人所证。确实有道理，可是司马迁真的在汉武末年死吗？一般好像认为他死卒之年是不确定的，可就算如此，他也大概只是离开官职啦，不会说完全他可能跑去隐居或怎样。《史记》卷四八十四。确实有道理，我刚刚没有注意这个。可是也其实孝昭皇帝到汉武帝前面好像还有汉宣帝，那可能就隔太远了。可是还司马迁的卒年是确定的吗？这都还有的研考啊，研究考证，不敢说一定怎么样。哦，刚好就圆满了啊，哦。下面是吕不韦嘛，贾谊是不可能啊，贾谊再下去。里头一定有，就像我们前面读的怀沙，
什么渔夫那个吗？哇，又有个忙。好，抱歉啊，假声，就只能前面这一段。好，那我们课文我先贴过去，接下来就是要和其他的版本做比对。哦，我们练。用百纳本点教本，好，你看我怎么整理吧。哦，屈原假声列传第24。哎，不能这样。到时候我要把它这是它的表格栏删掉就好。这个我看给它做一个整理好了。每照令意下。朱老先生不能为，应该都没错，是刚看的。朱老先生不能演假声敬畏之对。啊，这对策嘛，皇帝问下来他就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能力不及他，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假声假意就帮他们对，而且帮他们对还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嘞，就是帮他们操刀了，他写的比他们讲的更好啊，对不对？那孝文帝阅之，超谦，对不对？超拔。超度，对不对？超就讲要超越，悦就喜悦，好简单，对不对？自行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超迁，以岁终，至大中大夫，假身以为汉兴之孝文，20余年，天下和谐，而故。已经闻过了，当改正说，易服色，法制度定官民，心理悦。所以21年才要心理悦，乃西草具其事，以法色上皇素用了。乃具西草具其事，以具其事以法摄上皇素用我。汉文帝时，黄龙见陈纪。故改为曾经应该是一个地名，改为土也，所以改为土德。原来汉是火德，哦，好像对。所以说那个汉高祖刘邦是赤帝，赤龙还是赤蛇，好像是。就现在五行，他们认为五行，故改为土行。为官民悉耕勤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位皇，朱律令所耕定即列侯，悉救国。
其说皆自假身发之。于是天子亦以为假身，任公卿之位。于是天子亦、希望大家讨论，以假身任公卿之位。以为假身，将冠东阳都不服，东阳侯冯敬之属敬害之，以这件事为害，害之就以这件后面那件事为，认为这件事不妥了。哇，你不要读成，当然以他为害，可能就会将冠周伯冠英也。东阳侯张相如冯敬实为御史大夫。东阳侯是张相如、所以这是冯敬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之属就是这一类。敬以这件事为祸害，这以这件事为祸害，乃短假身曰，短就好像前面屈原碰到那个，对不对？他是用谗言说假身的坏话，短促。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裔疏远他。其实文帝可能也是丢个试金石，然后测风向方向球，那一段讲成员为什么这里少了一个正义，所以这很好，他只要有对整齐的话，是不能少了正义啊。这样子就对的，哇，也看了一大半了、那这里是对的啦，我们这样、于是难以为能不及，求恩就是超前，这样就可以了，超前就不管了。岁终之，以岁终，对。月之超迁，以岁终之态，对，是这样的，对吗？我们超迁就好了。然后呢？来，我到学校云端一点，看会不会给不给力。哦，云端一点我用尽了，不可能吧？是我自己的，天哪，一定是那个你给我搞飞机了。 U 93号，他在说什么用尽。哇、他一定给我弄成那个，没有啊，还是这个啊？为什么？他刚刚是说什么？没有仔细看。可以啊，你看它格式都还在，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删除栏，然后再转成文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前后加刮胡，你看这个多好，哇，还不少啊！我先当不交给电，不交给程式，你要怎么搞问？那你现在还有一个男的嘞，比我自己的电脑还好，那这个放大字就好了，方便大家浏览，我们就用姓名体就可以，因为里头可能有些人很好嘛，这个24号，这个是22号，差两号而已。我们还要用另外一个，这个啊，好了，就这一个。用另外一个，哪一个呢？就是要去掉，留下正文就好。去掉注文，去掉注文，保留正文。你看，然后 if， 你看这也一样嘛。如果它是这里，如果它没有选取的话，我就选全部。常常就忘记这一个。骗不了人了哈，可是这个不是最新的，没办法，只有一行程式而已，没什么了不起。去掉注文，保留正文，大家看一下，它会怎么跑法？你看，哦耶，对不对？跑完会不会出现讯息？不会，那这一样跑完我们就VB information， 这样叫，可是这不对，这我要回来这里，因为我是以我这个为新的啊，这个是云端的，我这里要改才行。不是那里改了，我以我自己这里的为最新的范本 ，Word 范本，那是文字处理，就这个，这个先用这个要括弧这一行对吗？就是刚刚那一行，然后好，然后加个 message 嘛。做完了，这样储存了，它就是新的。你看6月9号，今天凌晨，把它复制到 Dropbox， 这是最新的。好，那刚刚这里已经跑完了嘛？你看，这就是我们要。这时候就不分什么大变大的小的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贴上重文字，如果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扩充字集，再用姓名体好了，没关系。那这个只是参考用的啊，这个可以拉到五音电本来。所以你看它这里，我们刚刚有看过嘛？它是光绪、癸海、东、彭文、时局印的。
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五洲同文局有没有癸卯我也查过，确实光绪29年，所以他早了19年，好，这个就圆满了、哦、OK 那版本的问题，所以这个还不是，那我们刚好看到他说什么乾隆四年校刊，对不对，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哦、可见他是他这里是说什么石印嘛，石印就是影印，他乾隆是他是拍照制版的、哦、哎呦都忘记了脸书没有直播、哦、好了、哦、那就只能看石印秀了，一起多反正我想可能也没人在看脸书直播吧、哦、可能都是看一下看一下而已，正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啊，所以他这个石印就是连那个乾隆那个都进来了啊，但是其实不是啊，不是乾隆四年，不要以为是乾隆四年，拍照连这个也照进来了，所以他前面那个排记就很重要，这个叫排记，就一查就知道了排记。哇，排记现在是沈金先生那个文献学家啊，专门定义的、啊、当然他这方面是权威，可是哦他整理翁方刚的错误百错、啊、我们就引恶扬善了，好，大家道业精进啊，夜梦吉祥，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